它正在上升，你甚至可能不知道你有了它。每四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可能受肝脏疾病的影响，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，你的朋友、你的父母、你的子女，也可能是你自己。很多肝脏疾病可以预防、管理或者治愈，现在就行动。了解如何，请浏览 liver.ca/too close for comfort Chinese， 来自加拿大肝脏基金会的信息。